like need some of them. The cold box.因為咧我自己就好中意收集呢啲 3M 口罩嘅，咁所以我屋企就好大量嘅 3M 口罩存貨嘅，咁但係唔好意思，今日就真係賣曬啦。我喺終點等嘅。咩人？咁樣以後咁樣街都有人認得你。年輕人連死都不怕，我們又為何怕去身敗名裂或者破產或者蝕錢？錢可以再賺回，命就沒了。賺錢有很多的契機，但是革命、抗爭或者推動一個政權，機會不會有多少次。